住的话，有没有兑现？他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？谁又让你惨叫林哥哽咽？他能住的话，哎呦我的妈！我一见钟情，只想娶你妈妈。又碰巧了感情爆发，你来到了咱家。我碰巧最碰巧是谁？准备好了吗？来喽！三、二、一，走！昔日的暖阳一小溪，河畔的水中我和。